欢迎各位收看今天我和油门给大家带来的枪械幸运方块的对战。这一次呢，枪械模组、幸运方块模组都得到了很大的更新，所以咱们这一次会有不同的体验。这一次觉得利姆人会胜的，可以扣个一；觉得我们油门可以获取胜利的，扣个二。感谢大家，我们这一次呢也是老样子，点赞过3000呢就光速更新下一期，谢谢大家支持。来，这里是油门，跟大家打声招呼。这里顺便祝大家一波国庆快乐，战斗一触即发，开始吧。油门，那你首先做警吧，我做匪。好，我们先回去把这10个幸运方块给它开出来。为了更加清楚，这里分别标记了个 A 点和 B 点。来，这我上来就开了一个枪托，什么情况？哎，一发小手枪。这一次呢，维克多更新了 3.0 的版本啊，增加了很多枪械，包括各种各样的优化也增加了很多，所以体验感会比上一次更好。但是什么也没有啊。哦，我自己开到一个枪面机，把它放进去之后燃起来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先不听了，兄弟们，我们还剩最后5个信封块。哟，又是一把小手枪。不是吧，今天什么情况，就打手枪了，这都没有全自动的武器。说实话，近战的时候还是很亏的。又是一把左轮，但是这个换弹动作还是很帅的。 OK， 还有做3个。这是一个支架。再来，这是一个瞄具。哦，终于是来一把半全自动的了。这把枪好像没有全自动，哎，有个半自动也还行了，好吧。哦，是有全自动的。 OK OK， 那你听一下我这边的枪，统计一下，我现在是有一把狙击枪，然后一把步枪，以及3把小手枪。 OK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为了看不到对方的名字，我们给自己加了个隐身效果，穿上了铁装。你有什么武器啊，好兄弟？我看一下，一把 AK， 哇，一把 MSW， 还有这个，还有头盔，又是一把 AK， 还有头盔，太强了。那你就穿这个头盔吧。这个头盔加多少防御啊，你给我看一下吧。好吧，爆头伤害削减 84%、这有点难打了。 OK 兄弟，那么游戏开始。哦，油门，这里跟你说一下，这张地图呢我们经过一些修改，有些密道是可以走的，所以房顶，哎，我们也可以走了。现在只要你能想得到，这里有无限的可能。在 A 包点是吧？行，我现在已经到达 A 小道了，我就直接跟你说吧。好吧，我们就刚一波，兄弟。好，哎，我看见你了。哎，看到你了。不行啊，这狙击枪感觉很拉呀。一枪爆头。怎么说，油门？不是，我又回上来啊，你这不能用狙击枪，狙击枪有点拉。我靠，兄弟，要冲了是吧？完了，没子弹了，上不子弹。我要没有保持度了。不行啊，这个枪太拉了，每打一次都要换一下子弹，这怎么玩？哦，怎么说？谁说狙击枪拉的？这还是可以的嘛。OK， 那么第二局正式开始。这一次我们选择了当警，第一个呢，开到了一个瞄具。第二个，哦，又是一把小手枪。哇，点44的，它的伤害5.5，好吧，也并不是特别高。我有大喷子，你小心近战啊。可以，我这开了2个瞄具了，太难受了。唱片又是什么警告牌？哦，跟谁没有一样的？对不起，我有榴弹枪。哎，我也有，又开到了一些矿物。看谁射得准了？是的，看谁射得准了。Nice， 获得 MC1 全自动步枪，伤害 6.0。 然后我们再开一个，我靠，怎么还有 TNT 啊？40秒后就要爆炸啊，哈，这搁着 C4 呢。那我们走远一点就没问题。我现在只有2把枪，准备好了吗？开始。来来来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在中门。你在中门是吧？行，兄弟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这个伤害强不强？哇，你也有！就一发要来点战术的，直接把地图轰烂，把你炸下去。你人在哪？你猜？炸到你了吗？炸到我了。嘿嘿。
你还带一点吗？我在你后面。我在中门啊，兄弟。你骗我，我在中门，我我一真的直在在中中门门守啊，着。兄弟。啊？真的吗？让我找找。哎呀！我忘开钳子洞了，但是好在问题不大，成功拿下这一局，2-0了，友们。不讲武德。只要我再赢一局，我就直接可以获得胜利了。今天我也有那个压追三的那个机会啊，还确是要实赢一是局。有的，但是你能不能做到，那又是一回事了，是吧？这次幽门主动进攻，确实主动进攻一方有着更大的优势。上来来吧。先开一发小手枪，哇、哦，又开到一把全自动的步枪啊，这个没有全自动的，只能单点，还行吧。又是一把小手枪，哦吼，AUG，可以，再拿一下。我记得这个是有全自动的，哎，果然是的，很 nice 啊，两把步枪了已经。啊，开到一个配件，又一把 J3 自动步枪，也是全自动的，最后三个了。啊，又开到枪了，这个伤害13.5，我记得它是可以连发的。我现在三把步枪，一把狙击枪，两把手枪，友们，你怎么赢？最后一个，好吧，开到了一些配件。OK，准备好了吗，友们？在哪里啊？露个头。哦，我知道你在哪了。有点强，友们，一波有直头接发。就秒了。果然，进攻的一方会有更大的优势。那这一次，对不起，友们，我又到进攻方了。再放一首 music。哇，直接燃起来了，兄弟！上来直接一把 AK12，全自动步枪。这一把我要决定胜负了。又一把全自动步枪。哇，电锯，1000发子弹的，最后5个，拍到了配件。又是一个音乐唱片。哇，无敌！哇，闪光弹2个。哇，霰弹枪，兄弟拉满了，这把给你的压力拉满了，最后一个，小手枪，可惜这个没有子弹，那无所谓。看看都开了什么，好吧。OK，闪光这弹，把真的道具赛了，道具这赛把了，道具是赛的。了，这样，你给我一个破冰手雷，我给你一个闪光哎，弹，可好以可吧？以，就看谁玩的厉害。正式开启，我觉得我特别适合打近战这一把，一个电锯加上一个霰弹枪，但是两把步枪我们也把它用起来啊！我冲 A 了，兄弟！让你看看我的道具。可以，什么道具啊？你打我！这是什么精神攻击，友们？我恢复正常了。来！我操我！哎，你怎么死的呀？我都没打你啊！OK，那么这一期视频啊，就先给大家带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收看这期视频，你点赞过3000，就光速更新下一期。另外，在视频的最后啊，再次祝福大家国庆快乐！国庆快乐！